深蓝球赛也是很猛的。首先拿球，哇，但是集合队孟轩这太早出球，球被抄走。这两个有点私人恩怨是不是？这两个怎么打得有一点不规矩啊？玉婷转身后上篮得分，玉婷转身后上篮得分。遭遇大集合由台塑石油九五加冠名赞助。